都讲话你整容。整容。我都承认的呀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脸突然跟之前有变化的话，那你肯定是动了哪里。追求美丽是我们的权利，但是我觉得得适可而止。其实它是一个投资，但它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投资。所以你如果客观一点讲，就是你需要去特别慎重对待。对，第一呢，如果你一定要去调整追求美，可以尽量选择正规的医院，这是前提。第二，选了这个正规医院，你也千万别找到医生，然后我要弄成柳岩，我要弄成范冰冰，那这种就太不可取了。搞什么呀，自己就是自己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就是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幸福比谁都多，乘着自由的风，做最美的梦。可以讲了是吧？抽的钱是什么？告诉我们来。应该是真心话，应该是真心话，真心话，真心话。三毛钱哦，三毛钱哦，我现在就三毛钱了。三毛钱。哎呦，我现在就三毛钱了，给你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淘淘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可爱的。好嘞，那得联系杨迪了。是吧？要大冒险了！大冒险了 ！Hello， 杨迪，迪迪，迪仔，迪迪，迪哥，抽到大冒险了！滴滴滴滴，是的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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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，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滴滴。我们已经疯了，一听说要见你，我们都疯了。唱完了吗？唱完了吗？马上把地址发给你啊！好的。嗯，拜拜，拜拜拜。他也不敢睡，对，他也不敢告诉我们他准备了什么。好了，第一个大冒险开始啊！这个大冒险的名字叫做治愈童心。两组嘉宾从三个任务中任选两个进行挑战，任务内容如下：一，让小朋友们说出指定内容；二，让所有小朋友安静十五秒；三，向十个小朋友索要手中的糖果。挑战结束，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。那我们就选一和二好了，他们选二和三。我们选二和三，好吧？好。行，小朋友，你觉得你把控他们厉不厉害？可以，是不是？那我和依依先去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走走耶！这个很难哎，要回糖果，给我想要回去我都不会给你，不要说小朋友，我肯定不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好久没有见这么多小朋友了。啊，老师好！老师好！小朋友好！怕打扰您上课。好不受欢迎，他们被吓到。我们明天就上班了。他们是谁呀？你们谁去问一下？你是谁？谁愿意去问一下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许墨言。许墨言，我以后我姓柳，我以后是你们的柳老师，教你们唱歌跳舞好不好？我以后是你们的柳老师，教你们唱歌跳舞好不好？一来就先把角色带入。啊，我们先挑战安静十五秒，安静十五秒，安静十五秒，我们先安静十五秒。好，小朋友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其实你们在一天之内，你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都学会游泳，你们相不相信？只要你做到一点，你就可以学会游泳。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不用游泳吹眼睛，不用游泳吹眼睛。No。最重要的是憋气，就是停止呼吸，要憋住。这个方法一定不好用。
因为小朋友会疯了的，他们会告诉老师，我憋不住了。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不说话了，准备憋气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快了。有人憋不住，憋不住，憋不住，啊！十五，你们一二，十五，你们一二。啊小朋友，现在呢，姐姐的手上呢有一些词，我们呢会表演出来，你们来猜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难啊，你们这个太难了。好难吧？我们才难呢。难。我们现在开始挑战。好。请问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觉得味道怎么样呀？你说什么？不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三个字形容它，怎么形容？再说一遍。就是很好吃三个字，戴眼镜的就是有文化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又来造句了。这个太难了吧？姐姐什么？姐姐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猜关系啊。前面有两个字，他比我小，他是我的弟弟。我比他大，我是他的什么？姐姐。答对了，这是头两个字，姐姐。姐姐就是我，我很希望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玩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好朋友，好朋友。答对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造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字，我们现在答对了五个字，对不对？姐姐，好朋友，那还有四个字是什么呢？家人，一家人。姐姐，好朋友，一家人。我们还不能说这个字儿，对，对吧？出来。小朋友们看啊，现在你们认识的字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到底这句话说的是什么？我们已经答对了前面和后面的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姐姐妹妹。哪儿来的妹妹？这是姐姐。姐姐。然后这是好朋友，所以这句话说的是什么？姐姐，什么什么的好朋友？什么什么的好朋友？姐姐，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再说一说，大声，大声。姐姐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好。神童，神童。太不容易了，我觉得这个我也不一定完成得了，很难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教课就教到这里了，老师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不容易。不